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闪电灵感。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在网上买的农用独轮手推车，来，一起来看一下。还有轮子呢，手推车。然后现在我需要把它组装一下，组装之后，然后推过去吧，虽然有点距离。还有零部件、轮子，还有这个大的盆，这是容器吧。组装起来，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吧，只能看当时看的图片，然后组装起来。好，我试试吧。这是所有配件，组合起来就行了。试试。这个盆蛮大的呀。挺大的，比想象的要大很多。螺丝配件的话，它一共有四个部分，有单个粗的，但是短、中长度的，粗的最长的一个两个，两个，然后这个粗的、短的有8个，然后这个是细的长的2个，所以一二三四四个种类，有垫圈，还有垫片，安装起来。好的，再看看它们各个需要安装在哪儿。横杠线安装了，这个长长的。第一步，然后再是组装好了。它这个是要固定在这边，然后再有一个架子，这样就刚好了。后面就有一个横杠，然后这3个配件嘛，然后是两边，一二三四五，一共5条杠，然后就安装这就行了。我总算到菜园了，我是走过来的，终于到菜园了，呵呵，太好了。好吧，这个藤蔓朝下面，就做一个车库吧。这种单轮的手推车，它有一个好处就是，可以360度旋转，没有问题的，感觉挺般配呀，跟这个菜园。该采收了。
这车真的太棒了，手推车。要是用手徒手来搬运的话，可能需要半天了。但是用它来搬运的话，非常快一些，高效，感觉是必备。去看上次移栽的小树苗吧。这棵树晒得好厉害，太晒了。冬青长得还可以吧，冬青长得还行，这个可能太晒了。然后我今天给他们铺点草，像这样。到时候我再弄一些土给他们堆上去。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，像化学药剂一样的奇怪的东西。卖家肯定喷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。啊，给他们覆盖一下，最近太热太热，暴晒呀，可以有效的降点温度。手推车很酷啊，很好用，没有像评论里说的那么脆弱，它的材料我觉得够坚固了，够用了，应该很耐用的。耶、没想到这个推车还可以装水，我刚才给小树苗浇了很多水。哦，挺棒，看那是月亮，今天好像是满月啊，太美了，月亮。哦，比昨天更圆。太美了，看，我已经工作到已经都天黑了，它有点像太阳，好神奇啊，太美了。今天晚上是徒步回家，看月亮，拜拜。下班了，啊，手推车，拍视频，拍视频，啊，嗯，淘宝网拍视频啊，不是淘宝，我那个拍视频，西瓜视频嘛。嗯，你自己做的是吗？不是做的，买的。你可以看我视频，闪电灵感。